我的报应来了。最困难的就是开这个头，对，而且还有，噔噔。越掰越顺手了啊、哦！真的，感觉这个比那个有点难，看那个有点难，对。我可以接受他一颗卖一百块。去 GC 的是要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吹风机比 Dyson 还要强啊！神奇。放你跟你跟阿红去啦，他那个背板那个顺便拿过去。露那个表情，人生好，好吧，真的，我怎么直接在这里找这个气球？人生好，人虎哥那个全部都要用完吗？对啊，哦好，好像100多颗，200颗啊。今天他在宣布事情了，我想说，是人虎哥在跟我讲话。傻傻的，什么？你们不知道这个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看到我很顺手啊。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你可以单手在那边摸东摸西的？好可怕的波波球！如果太大，你们就拆开放弃吧。我们要拆到牛奶吧。哦，开一的话是往下压，对啊，开二的话是一直吹。哦，好。哦，对。你跟多利要去品德党树皮里，等下跟我去要上车啊。朱凯德会放歌哦，他这个还是。